有啲酒店只招待狗客。作為一間酒店，梗係唔少得美容同 SPA 嘅啦。但係唔係貨人，係貨狗朋友啊！泰國竟然可以合法食大麻？眼前見到嘅食品全部加咗大麻嘅成分。如果唔合法唔攞牌嘅話就千祈唔好試。復刻古靈精怪東南亞泰國篇，星期一二晚11:00 ，J2。